面对台湾闷热潮湿的天气，长时间穿着袜子因流汗产生的难闻气息是许多人急于解决的烦恼。台湾品牌 Apure 推出魔法隐形袜，采用两种机能纱线以黄金比例交织而成，打造出具强大消臭及排汗效果的隐形袜款。尤其是针对有运动习惯或脚汗问题的人，穿上这双能让足部保持干爽，脚底不再湿哒哒。另外，也不必害怕除臭机能会随着洗涤次数慢慢减弱。由于袜品纤维的特殊结构，一般清洗保养下并不会减低其效果哦。隐形袜除了止滑、防松脱外，穿着的舒适度也是许多人选购时相当在意的一点。DMG 采用创新科技，推出了超细纤维材质的隐形袜，穿上去便能感受到柔软亲肤的质地与足部融为一体，穿了却像是没穿的美好体验，让人想要一再回购。此材质不仅特别柔软，透气效果也十分优异，故上班、上学穿一整天也不容易感到闷热不适。相信不论是搭配休闲鞋还是正式的跟鞋，都能好好呵护各位的双脚，享有全天候的舒适。马歇推出的这款隐形袜之所以好评不断，是因为袜口采用360度的吸胶内圈，相较于其他仅做局部防脱落设计的袜品，穿起来更具安定感。前掌部分也加强止滑效果，纵使穿上再高的跟鞋，也不必再担心会于行走时打滑，且足底采用了全棉材质，让吸汗效果更加分。若对于防足跟脱落的设计仍有疑问，不妨可以参考品牌拍摄的实测影片。在穿了这款隐形袜的足部模型下方吊挂水壶、后背包，甚至是重达50000个的行李箱、袜子皆没有松脱，十分适合日常需要长时间移动行走的读者。相信大家肯定对三花这个品牌不陌生，三花棉业致力于袜品制造50多年，坚持台湾制造且持续精进制袜工艺。至于超越亲民价格的好品质，更是让它在市场上数十年始终屹立不摇，备受消费者爱戴。这款超隐形休闲袜采用新鲜棉材，吸汗透气表现一流，全天候且不分季节皆可穿着。加上彩船型袜的版型，并配合鞋口的织纹强化，让它穿着起来贴合却不勒脚，即使经洗衣机多次清洗后也不易松开。如此耐洗耐用的好品质，值得大家购入试试。台湾品牌 Footwear 不仅舒适度及机能颇受好评，也有一款美观及实用兼具的隐形袜十分推荐各位购入。而且此款亦使用主打的 DAO++ 专业抑菌除臭技术，如此一来即便遇到需脱鞋的场合也不尴尬。袜口部分则采特殊弹性纱材质搭配贴心吸胶条，双重防护使行走时既不易滑落，也不易产生咬脚问题。最具特色的是逆气流设计的网状织法，吸湿排汗效果更上一层楼。若是考虑购入具机能效果的隐形袜，这款会是不错的选择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，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